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出去吃饭就不吃牛、羊、猪，不可以吃。吃也是。要不你吃点？不。你拍的我都不好意思吃这块肉了。那我就单独拍着你。就像捅破一层窗户纸了以后，在训练呀，在比赛的话，我现在完全是两种状态的吧。顺道再逛一逛，然后喝个咖啡什么的，感觉最幸福的半天，两到三天不出家门吧，点个外卖，看个碟，最放松啊。我有压力，他肯定压力也很大。他哭那会儿可能打完混双，然后单打也进决赛，加上一个释放嘛。都没有一起吃过饭，在酒店外面看我一下，比赛完洗的那个衣服，就赶紧给他，第二天晚上就给我拿回来这样。经过十年的努力，刘诗雯终于化解经历十年冲击，终于如愿成为如愿捧起了世乒赛女单冠军奖杯。满了，相持变正手，漂亮！刘诗雯获得了第5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真的是一个传奇了。6届世锦赛的四强，第3次进入世锦赛的女单的决赛，几次都是离她很近。但是都没摸过，做梦都梦到自己在领奖台上。我现在刚刚起床，现在是7点钟，准备去洗漱，一会儿7点半要去集合吃早餐。你就当我不存在就完了。好的。你早上吃什么了？吃了一个鸡蛋，两个饺子。哎，那你是平时就吃素是吗？没有，我们那个在食堂这边可以有肉，但出去在外面，我们也有饮食规定，现在那个肉不是特别安全，所以是有那个兴奋剂的那个检测。啊，然后外面的肉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瘦肉精，类似那种有误服的这种可能。哦，对，就出去吃饭就不吃牛、羊、猪，不可以吃，挺严格的。对，在自己家可以。自己家的话，我们到那个总局那边专门特供的那个肉去买。哦，行，一会儿那边见。你们今天上午会干什么？训练什么？2小时。你们现在在备战吗？对，深圳、日本连续2站。属于在北京的常规训练。一般大赛之前我们会有一个封闭训练，就会去其他地方。哦。到了啊。你是先自己拉伸吗？对，我们正常是8:30发车，我一般每就是提前15分钟。就每天提前一点来，对，先拉一下，然后练完，有的时候还要拉一下，就这样，因为就是预防伤病嘛。其实我伤还好，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那种伤，都是一些比如说疲劳啊或者劳损这种，说腰啊肩呐、就这样，就是但是就每天如果牵拉或者放松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很多就是急性的这种伤。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就上来就练，练完就走，没事儿。但现在就不行，现在就是练完有时候肌肉它会酸疼这种，如果你长时间一积累的话就容易伤。小的时候？对，小的时候。哎，算了，我现在依然很年轻。OK， 差不多了啊。不要开始集合了。状态应该比之前好了很多吧，每天都要再练8-9个小时，而且这8-9个小时不是说练一会儿歇一会儿了，是一直在球台上。最主要是这比赛拿了冠军，对他的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心，整个内心这种气是比原来好了很多。尤其是大赛这种冠军，就像统会成双子了以后，他现在在训练呀，在比赛的话，我是感觉整个人是跟之前完全是两种状态的吧。以一切的要求啊，都以奥运会的标准来去要求。累过劲儿了，这样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就是也还是得吃，因为下午得练嘛。我一般下午训练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带点吃的，然后练到中间饿的时候，然后再少吃一点。可以吃一些蛋糕啊，然后带点香蕉什么的。这样训练中间也不能吃什么，就是太咸或太辣的。说我这吃的算挺多了，你们小运动员不可能你以为要吃多少。我真的以为很多。没有。那比如说你出国打比赛的时候怎么吃啊？吃西餐啊，就有的时候不爱吃，但是呢为了比赛就是反正就硬吃。要不你吃点。不不那你觉得上午练的状态怎么样？上午还可以。对，就是因为近期都是在北京常规的这种训练，其实它的整个训练的量和节奏其实还是一个适中的过程，就是还没有，如果是封闭训练的话会比现在的那个训练的时间会更长，会更辛苦一些。我看全场只有你一个是在跟异性打，其他都是同性打。看跟自己的这个训练的节奏和要求来吧，因为我可能更想跟男队一块练，这样训练的质量和节奏可能会更激烈一点，训练质量会更高，这样肯定也会更累一点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训练效果也会更好一点，所以我就是之前封闭训练因为有尝试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希望就是回来还能继续保持吧。你有什么业余活动？没啥业余活动，我们特无聊。上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封闭训练的时候，队里组织了一次看那个绿皮书，还挺有深度的。你们宿舍住几个人？5个人，我自己一个小卧室。但是呢，外面因为有客厅，还有其他两个卧室，就还有一些小队员了。公寓就是那种3房1厅的那样的，就跟奥运村似的，是吧？对。你拍的我都不好意思吃这块肉了，已经。那我就单独拍他一下。他一会儿就要被我吃了。
哎，我觉得这么吃肉是不是有点太对，算了，我还是把它吃了吧。嗯，吃完了，走吧。今天检查你的球拍了吗？对，都要检查。对，因为我们后面可能会实行一个新的那个检测的方法，所以最近这几年就是我们的规则一直在改吧，发球啊这些胶水，改一个规则就去适应它吧。那你的适应能力怎么样？我觉得还挺强的吧。是吗？要不早就不在这儿了吗？顺道再逛一逛，然后喝个咖啡什么的，感觉最幸福的三天，两到三天不出家门吧，点个外卖，看个碟，最放松啊。我有压力，他肯定压力也很大，他哭那会儿可能打完混双，然后单打也进决赛，加一个释放嘛。都没有一起吃过饭，在酒店外面看我一下，比赛完洗的那个衣服就赶紧给他，第二天晚上再给我拿回来，这样我觉得刘诗雯的状态可能就像所有的那个天才儿童起步都差不多，看她小时候那状态，我老觉得特别像福原爱加朗朗那感觉，其实没有什么童年可言。后来她一直又跟着国家队啊，南征北战的，她自己说她完全没有那种就普通女孩该有的那种生活的时间，可能也没有那样的心情，所以她这次希望能够有这么一天，算是很放松，可以去做一些就这个年纪的女孩可以去做的事儿。说没有经历过吧，就是这种童年呐、啊，包括青春期，可以有更多的去玩，去尝试一些乒乓球以外的东西，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也一直很憧憬向往以后能去玩一下。你平时喜欢化妆吗？其实我本人来讲肯定是喜欢化，对于女孩们爱美的东西啊，穿衣服呀、打扮这些，因为就是训练比赛的原因，你想你要是去穿衣服去化妆，要去琢磨这个事儿，要去牺牲这个时间，他其实会分心主要是。但其实真休息的时候呀，就是还是挺喜欢做一点跟美有关的这个事儿。你平时自己开车吗？学了一段时间，但我感觉我开的不是太好，后面就不敢开了。你对北京哪儿熟啊？对玉婷桥熟。玉婷桥就你们这块儿？刚来北京的时候只在这一块儿，然后边慢慢年龄大一点的时候，然后拓展了一下距离，然后开始拓展到三里屯、蓝港这样。那你北京有彻底玩过吗？故宫啊，去什么这些地儿你都去过？我去了，有一天休息，我突然想，哎，我来了这么多年没去过，想去转转看一看，这样才去的。就之前真的是没时间玩，有的时候想就周日吧，然后就这一天。以前呢，上午还会去练一会儿，补补课呀、啊，加练一下这样。然后中午到晚上，其实就一会儿的时间，九点半有个集合点名，就很少能有个一两天的这种完整的时间，说出去哪儿转一下这样都很少。那你去三里屯一般都干嘛？比如说吧，就大众点评一下某一个网红餐厅啊，这样去试一下。如果有时间，比如说在最近有个什么挺火的电影，这样看一下，顺道再逛一逛，然后喝个咖啡什么的，感觉最幸福的半天，就很放松，就可以就是暂时离开球馆呀、啊，或者是我们那个环境出来，然后穿的漂亮的小姑娘也特多，然后你就看一看，就感觉就换了一个环境，真的是特幸福特放松。有时候跟你打招呼、啊、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某一个地儿可能看什么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喜欢打球的人或老看的人看出来，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像我们这运动员，人家不会就是那种特疯狂的，我觉得不会有啥安全问题，对，就没事了。一般都会问一下或者拍个照，我觉得这都 OK 了。
咱上次逛街吧，是什么时候？没逛街，吃了个饭。就我刚世界比赛回来，跟我几个队里的小伙伴、小闺蜜，就在蓝港对面一个烤肉店，但我没有吃肉。对，就我们大家一起搁那儿，就敲我一顿。因为很久没见嘛，加上比赛刚回来，他们有想跟我聊的呗，然后大家这样聚一下玩一下，然后从下午4-5点一直吃到人关门。就不是吃，不是光吃吧，就一边吃一边聊啊。如果你们只要周三下午调整，你们是不是都会把握这个机会出来逛逛？一般周三周四还真不太会，周四一般可能会比如睡得晚一点啊，睡起来4点了5点了，所以就是其实周三周四他只是说让我们调整一下训练量，可能适当的你可能需要一个治疗啊，或者是你那个肌肉比较疲劳，需要一个半天休整这样时间。但你说出来的话，除非你有特定的事儿，我要剪个头发，或者买个什么东西日用品啊，急需的可能会跑出来买，要不可能都累的也不想出来。如果周日有空或者周六晚上练完了，这样你可以稍微晚一点，因为第二天不用训练嘛，你就没有这个心理压力，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我感觉我就可以那种2到3天不出家门吧，就是自己待着，点个外卖，然后看个碟，3天就在房间，我可以不出来，我就觉得最放松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会通宵刷剧吗？如果通宵的话，基本上都是因为，比如说输了球，实在睡不着，然后这种情况才会有。但一般的时候都很规律，其实。这就是放纵，也是白天放纵，也不会说晚上我就通个宵嗨一嗨。这也有啊，对，就是因为毕竟它还是有一个度嘛，你毕竟还是在属于现役嘛，就是你不可能说完全让自己彻底的放松，那没有，只能说是适当的嘛，就是也习惯了，其实心理啊包括各方面你的那根弦儿一直就没有彻底的松吧。对，因为我没有退役嘛，就我想想如果我退役，我就说我不打球那一瞬间可能想干的事儿太多了，但是你现役你就不可能，你只能是想一想，就是哇这地儿好漂亮，哇这个就是想我以后我要去遮遮掩掩。对对对，就是给自己一个期待这样。那你跟你爸妈经常见面吗？嗯，不经常见面。上次见你爸妈什么时候？就是布达佩斯他们去了，开始他们没告诉我，就是也怕影响我比赛嘛，但这次他说我们特别想去，想跟你一起使劲儿，这样在现场给你加油这样。好，那好吧好吧，然后他们就去了，但也没有跟我说具体是哪一天去的这样，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现场，然后比赛后期的时候就是我们才在那个酒店外边这样偷偷见了一下吧，这样。然后我打完了，他们就提前回来了。一个就是因为队里也有要求，比赛就属于是像特殊那种打仗时期，包括父母其实还是尽量不去接触太多嘛。那其实那次布达佩斯也就是匆匆一面。对，我们都没有一起吃过饭，他就有的时候在酒店外面看我一下，然后包括见个面聊两句，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比赛完洗的那个衣服就赶紧给他，然后有的时候来不及，最后几天比赛场次比较多嘛，他们就帮我洗完，有时候第二天晚上就给我拿回来这样。对，就是我们就匆匆说几句吧，因为那准备比赛啥的就时间还挺紧的。打完了我们见了一面，然后他们也是第二天就先走了，先回国了，所以也没有说什么好像吃饭庆祝这样都没有。那像你们那真正的聚在一起大概是多久之前了？过年的时候。今年比赛也挺多，就是我放假但是也没有回去，然后他们是过来北京看的我，然后因为我们从初二吧差不多我就开始训练了，当时是有一个葡萄牙公开赛，主力里面只有我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北京没间断训练嘛。但当时训练量肯定会调整一下，过年是在北京一块儿过的，对，然后我差不多去比赛回队了，他们就走了。因为你几天3天啊4天，我觉得一不练，如果我拿起来拍再练，第一堂课练完以后，我这手肩就抬不起来了，就酸到。所以你一直要保持很重要。对，就是它那个球感其实要一直保持，你每天这个肌肉这个运动它习惯了，就是如果我歇个3-4天，我现在就不动了3-4天，然后我再回球馆去练，至少要1个星期恢复到我原来的那种肌肉的那个量。现在马林有的时候拿拍就陪我训练或者什么打比赛让玩，他打量觉得不行，等一下我都脖子都抬不起来，就因为他要转头要看，就是如果不是持续的每天保持这个训练量，其实你的身体状态包括那个球的状态都会下降。其实因为我们看他那比赛嘛，他也是哭的，他应该是陪你见证的挺多的。虽然他去年年底才回来，但是应该说今年从1月1号元旦就他也没休息，元旦那天我们全队放假，他
在球馆陪我训练，然后过年我们也没歇，他也是一直跟着，初二就练，然后当时主力也不去葡萄牙，他当时也想让我去嘛，找找这种比赛的状态和感觉，结果去了葡萄牙还输了。就是其实我在今年世界杯赛之前，他回来这前面的两三个月，就是付出了很多，但一直都打的就真的是成绩很差，包括之前直通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嘛，因为我前一年那个地表的时候打冠军嘛，然后这次是在最后一天之前，我最后都排到第八第九了，但我最后一天连赢了三场，然后最后是第五。说实话这个成绩就是因为他回来以后就是对我期望值还是挺高的，然后加上我成绩也不是特别好，我觉得我有压力，他肯定压力也很大嘛，然后加上世界比赛可能也是憋着一口劲儿吧，结果最后他哭那会儿可能打完混双，然后单打也进决赛，就松了一口气儿，然后加上一个释放嘛。确实是这样，压力很大吧。最难的一段可能就是葡萄牙打完以后，然后又在十二强是直通赛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整个这个状态确实非常一般，非常差。我真不知道，然后后面许昕啊给我看，我是去到新闻发布会，当时有记者提问问我，我有点惊了，因为可能我比赛还没打完，当时我还没有激动呢，我当时心里也突然间感觉有一点点这种感触吧，因为他刚带我的时候，去年年底真的是在我特别低谷，说实话就也都有一点没信心了，对，但是他回来第一次跟我一聊的时候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信心和鼓励，加上刚开始这几个月真的是输球也很多，然后一直到后面从封闭训练开始，然后有一个积累慢慢越来越好，加上这次能够有这个成绩，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互相的那个力量有个传递吧。平时训练中对你狠吗？我觉得不狠，对，我希望他对我能再狠一点，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年龄也稍微大一点，在队里，但现在后面上来的都是97、98年这样，其实从队伍的角度，其实我现在算一个大队员了，在这儿是吗？对，在这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就应该给你打两百吧，给你留点那个念想，你不能有特定的这种就漏子吧，就如果让你都看得出来，那我肯定没法打了。我自己没事，我怕别人给我夹，因为我被人夹哭过一次。我俩从小一起在打一俱乐部，关系不错，就是他结婚之前得有半年的时间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让我去当伴娘。哎呀，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谢谢。偷摸说一下也就算了，说真压抑不了我的心情，是吗？人生当中的第一支口红。